向前走，你有很多的借口。潇洒跳个舞，今天你是主角，我们手牵手，阳光伴随你我左右。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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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大手牵小手，向着快乐，向着幸福，向着阳光，向着明天走，向着明天走。小朋友们，你们好。手牵小手，向着快乐走。大手牵小手，相伴到永久。现场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！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少儿频道《大手牵小手》栏目，今天来到了祖国大陆最南端的城市——广东省湛江市。这里地处粤桂琼三省区交汇处，靠海而生，向海而行。风光旖旎，风物富饶。湛江拥有巨大火山群塑造的独特景观，还有天赐风土带来的美味海鲜和香甜瓜果。从都市里的万家灯火唱到中国梦的灿烂灯火，不忘初心，换回的是山河万里，百年承诺。接下来，孩子们用他们优美的舞姿，舞出胸怀辽阔，舞出坚定自信。拉丁舞与中国传统文化相融合，舞出灿烂的美好明天。请欣赏《灯火里的中国》。
红红的木屐，旧时的鞋，青青的石板，古老的街，我们的歌谣拍手笑，晚饭飘香奶奶叫。我知道一凡同学刚刚念的这一首歌词呢，是来自于一首本土原创的歌曲，可以说是让我们感受到了浓浓的原汁原味的雷州半岛人文风情。这个节目获得了广东省第十届少儿艺术花卉大赛的音乐类金奖。让我们一起用优秀的童谣来唱响时代的主旋律。是来到了湛江金沙湾红树林科普基地，据说这个地方非常的丰富，不光能够看到很多的鸟类，而且还可以学到知识哦。主要是要看到我们珍贵的红树林啊，是的，对不对？还能学到很多关于红树林和关于鸟类以及大自然的科普知识。话不多说，我们赶紧出发吧，走吧，孩子们，走，这边，我们去那边。
古筝合奏，曲调清新，节奏明快，描绘了红旗渠的美丽风光。在新时代的背景下，青少年依然要继承和发扬自力更生、艰苦奋斗的红旗渠精神，不忘前辈们在追求美好生活的道路上付出的艰辛和汗水。
学们，你们有没有看见一个小女孩，手里挎着一个小篮子，戴着一顶红色的帽子，在丛林里玩？我知道，我知道，她是我的好朋友，我们都叫她小红帽。她到这里来看望外婆，你们看，她来了。在一个宁静的小山村里，住着一个非常漂亮的小姑娘，整天都喜欢戴着一顶红色的帽子，蹦蹦跳跳，可爱极了。大家都亲切地叫她小红帽。一天，小红帽的外婆生病了，妈妈准备了一篮好吃的食物，让小红帽给外婆送去。小红帽，外婆生病了，妈妈准备了一篮子好吃的糕点和水果，你帮妈妈送去给外婆好吗？嗯，真香，外婆吃了我送去的糕点并肯定马上就好了。去外婆家要经过一个森林，你自己要小心，可不要贪玩，快去快回。知道了，妈妈，我走了。哎呀，慢点。见到你，我也很高兴见到你们。小红帽，你这是要去哪呀？我要去外婆家给她送好吃的。小红帽，你外婆家是不是在那边啊？是啊。小红帽，刚才看到一只大灰狼，你在路上可要小心呀。哦，那我可得注意了。那天色不早了，你快去吧。知道了，再见。再见。嗯。
我要不要先吃了它呢？嗯，不行，不能打草惊蛇。戴红帽子的小姑娘，你这是要去哪呀？我要去外婆家给她送好吃的。哦，我要不要先吃了它呢？嗯，我还是先吃了它外婆，再吃了。那你外婆家住在哪呀？这条路走到尽头就到了。哦，那路上小心啊。嗯，好的。你看这地上的花多么美丽，多么漂亮啊！你摘几朵送给你外婆，你外婆肯定很喜欢的。好主意。一朵，两朵，三朵。外婆，我是小红帽呀。啊，是小红帽啊。快快快，快点进来。哇，外婆，我来了，我是小红帽啊。哦，是小红帽啊。快点进来。我来了，外婆。靠近点儿，宝贝。屋里好黑，外婆。再靠近点儿，宝贝。啊，外婆，您是不是有一点不舒服？是啊，我有点感冒。好大的眼睛，外婆。为了把你看清楚。好大的耳朵，外婆。为了听清你的话。好大的嘴巴啊，外婆。呵，想知道吗？那是因为可以更快的把你吃掉。啊，救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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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。嘿，我是连琪琪，我是一名优秀的神枪手，让我到处看看哪里有猎物。救命啊，跑，人遇到了危险。救命啊，是只大灰狼，让你瞧瞧我神枪手的厉害。哪里跑？他跑了吗？不用怕，他已经被我打跑了。谢谢猎人琪琪。不用谢。外婆，我的外婆。外婆，不要吃我。外婆，不要吃我。是小红帽啊。哎呀，老人家，您没事吧？哎呀，没事儿，没事儿，只是头有点晕晕的。啊，小红帽，这位是？他是猎人琪琪，是他救了我们。猎人琪琪，那真是太谢谢你了。外婆，这是我给你带的糕点。好好好，外婆吃了并肯定马上就好了。嗯，伙伴们快来呀，快来。亲爱的小朋友们，大朋友们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少儿频道《大手牵小手走进湛江》这一期的节目就到这里结束了，下期更精彩，大手牵小手，下次再牵手。幸福，向着阳光，向着明天走。